看了一下冯提莫小了白了兔。烫个什么锅嘞？不知道直播间有没有第一次来直播间看我的小伙伴呢？要不要唱一个第一次给你们呢？不知道你们的第一次关注是不是给了我？希望第一次看我直播间的小伙伴呢，第一个关注也是给我。然后把这首第一次送给第一次看我直到现在的小伙伴们吧。当你看着我，我没有开口，已被你猜透，还是没把握，还是没有符合你的要求，是我自己想得太多，还是你也在闪躲？如果真的选择是我，我鼓起勇气去接受，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。哦，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，呼吸难过，心不停地颤抖。哦，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，失去方向，不知该往哪儿走，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，那是一起厮守。哦，第一次吻你深深的酒窝，想要清醒却冲昏了头。哦，第一次你躺在我的胸口，24小时没有分开过，那是第一次知道天长地久。呜、哦、耶，一生爱莫中奖了，恭喜。还有莫皮皮，谢谢一人一九 Team 扛把子，谢谢这十个小伙伴中了现金。是我自己想的太多，还是你也在闪躲？如果真的选择是我，我鼓起勇气去接受，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。哦，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，呼吸难过，心不停地颤抖。哦，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，失去方向，不知该往哪儿走，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，对我感觉你属于我，感觉你的眼眸，第一次就决定绝不会错。哦，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，呼吸难过，心不停地颤抖。哦，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，失去方向，不知该往哪儿走，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，那是一起厮守。哦，第一次吻你深深的酒窝，想要清醒却冲昏了头。哦，第一次你躺在我的胸口，24小时没有分开过，那是第一次知道天长地久。恭喜恭喜自己，谢谢小白兔，谢谢大家留呀。我是已经成为那个游戏十大主播了没有？哦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大家的哟。
让我成为了十大游戏主播，谢谢。哎，是不是今天这样的话就已经进了那个年度，进了年度的那个主播的那个叫啥啦，就相当于拿到那个年度主播的那个门票了呀，是吗？恭喜恭喜，谢谢大家。你在斗鱼的第一次都是给了你提莫，谢谢。谢谢大家的荧光棒，对，大家不要忘了，就是刷出这个荧光棒，你们知道这是啥吗？这个是打开你的背包，在背包里面呢，每天给你们看一下，右下角直播间的页面右下角有一个背包，看到没有？我们点开这个背包，咦，里面咋个没有？没关系，我们刷新一下直播间，刷新。谢唐吉。因为过了十二点了，他每天在背包里面都会有哦，所以大家不要浪费了这个免费的礼物，可以打卡升级签到的哦。你看，恭喜你，您将获得粉丝荧光棒乘以60，然后呢，你就点一下知道了，它就放到你的背包里了。你每天呢过了十二点就可以在背包里面领取这个荧光棒送给我呢，然后就可以增加跟我的亲密度和增加你的等级经验值哦。然后就是升级你的蘑菇牌子，等级越高呢，福利越多，荧光棒越多哟。到了六级就可以发送彩色弹幕了哟。等级，然后。越来越多的那个礼包和福利都是在你升级之后哟，所以大家记得领取一下，记得来打卡，打卡就是每天送送荧光棒，这样送送免费礼物就是打卡了啊。谢糖糖，手机端的话是在那个小小的礼物栏那里有一个礼物的，就是弹幕旁边不是有一个像礼物盒子一样的吗？点开那个礼物盒子上面呢有一个道具，点开那个道具荧光棒呢就在里面，每天过了十二点也是可以领取的哟，大家不要忘了哟。好的好的好的，你这个一级的小粉丝啊。对了，还有就是你们说那怎么加入你的粉丝团呢？你说我也 Timo 我也想加入你的粉丝团，那怎么加呢？在我的直播间呢有一个礼物栏，你们点开那个礼物栏呢有一个，找到一个叫盛典办卡，是价值六鱼翅的那个礼物送给我的，直播间呢就自动的领取了一个蘑菇粉丝牌，成为了我的粉丝团成员啦。然后呢，你不要小看，你说天哪，还有六鱼翅呢。但是呢，你花了这个六鱼翅成为了我的粉丝团成员之后，你就可以等于说是一个盛典办卡，一张办卡终身加入我的粉丝团了，知道吗？还是非常划算的，因为你每天通过这个免费礼物荧光棒，你就可以不断的升级打卡签到了呀。之后的话就都是全是可以就是用免费礼物免费荧光棒啊，一次办卡终身会员制的，这个是。但是除了你啊，有还有一个就意外的话呢，就是你一周之内你都不来看直播了，你也没有来打卡签到，你没有来送一下那个免费的礼物免费的荧光棒，没有领取它，没有送给我，那这样的话呢就它就不断的会掉等级，每天就减一点经验，每天减一点等级，那你就减一周之内它就给你清零了。所以呢你每记得，大家记得一周之内还是来可以，就是每天呢也可以来打卡个两三次，或者是抽空呢在背包里面领取一下那个粉丝荧光棒，然后送给我呢就可以啦，就不会掉等级了哟，就会升级的，非常的划算，毕竟那是免费的，大家不要浪费了，是吧？这是为你们着想的，毕竟是花了六鱼吃饭的，你们为什么要不浪费它？我替你们感到不值，谢谢救一下。送鱼丸也是可以的，免费礼物都是可以打卡的，只要你就是办了卡，然后就是我粉丝团成员，都会加经验的哟。谢谢肥瘦人前，谢谢魔虎小星鱼，谢谢冯天霸即视感。哼哼哼哼，还有什么好处？还有一个好处就是，哦，还有就是好，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？我为什么要加入我粉丝团呢？给你一个理由。就是我刚刚不是还粉丝团抽奖了吗？就是粉丝团我们会经常抽一些我的周边呐、手办呐，还有抽一些现金啊、手机啊等等，都是粉丝团会员独享哦。就因为经常就是我会给粉丝团送一些福利啦。哈哈哈哈，呜！你们现在想要什么吗？我可以现在可以给你们送一下。谢谢小老白的推，谢谢瑞小西、瑞倩还是瑞小西啊？谢谢追梦的星光，对，福利好多哟！你们要听什么？
你们要听什么歌？你们是不是想听我唱歌啊？想听我唱歌的话，你就弹幕打出歌曲的名字。充电宝啊，我现在送充电宝。哎，对对对，我的充电宝。哎，雷梦，你帮我拿一个充电宝给我，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嘛，是吧？虽然我在出差，但是我还是可以拿充电宝的。哎，你这样丢过来。Thank you。充电宝，你看这个是我独家定制的充电宝，外面买不到的哟。就是这个，你看，冯提莫定制版。然后呢，这个是安卓和 iPhone 都可以充的两接头，然后非常的轻薄，随身携带。像我们现在出差啊什么，都是带着它的，因为充电非常方便。哎，我指甲太软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抠这个老是抠不开。嘿嘿，要吗？那我现在再送十个给你们吧，啊！这不是手办，这是充电宝，这是我专门定制的，买不到的。用什么抽来鱼丸呢？你们想用鱼丸抽是吧？对，我们用免费的礼物来抽吧。就鱼丸的话大家应该都有吧，是吧？我们就用一个那个特供鱼丸来抽奖吧，因为前面好多次我们都是用的那个弹幕抽奖。行行行，好好，那我们抽十个我的这个充电宝给大家。谢军源来源赛的飞机，大家加油哦，加油哦。我会在上面签名的，冲呀！谢谢默默血雨，谢谢爱盖我的小白兔。好啦，现在可以开始抽奖啦！送出一颗丸子，就在哪里呢？就在礼物栏的，哎，特供鱼丸，看到了吗？那个是免费礼物，大家送出一颗鱼丸就可以参与抽奖了。给你们唱个味道吧，好不好？有没有小伙伴要点歌的啊？我咋没有看见呢？你想听什么？你正在看我界面，你现在在看呢？你是在看网络的那个优酷吗？因为电视版不是已经播完了吗？你在哪里看呢？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，不知道他们跑哪儿去了，赤裸裸的天空，星星多寂寥。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，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，谁知道一想你，思念苦药，无处可逃。想念你的笑，想念你的外套，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，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，记忆中曾被爱的味道。牛拖着胖胖胖，谢大家的礼物。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，
不知道这样算好不好，赤裸裸的寂寞朝着心头绕。写骑士，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，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，谁知道一想你思念苦药，无处可逃。想念你的笑，想念你的外套，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，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，记忆中曾被爱的味道。想念你的笑，想念你的外套，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，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，记忆中曾被爱的味道，记忆中曾被爱的味道。不是都见面了吗？为什么还在问？我妹唱将四维啊，不是我是谁？我不是冯提莫吗？哎，是谁中奖了？哦，谢谢朋友们继续感谢合影，谢谢孤独老师，谢谢小果草，恭喜一二一九醉星空，一二一九飞鱼，夏剧雪山，欧龙棚子，点横撇捺，晃晃悠悠之地。一二一九，心魔不敢皮了，孤独感是，哎，都是熟悉的 ID 嘛，可以。我咋了？谢飞机拉了。你们要听空心啊？哎呀，我直播间我还怕发挥不好呢。我哪刚才我哪里忘抽奖了？明明就抽过了，你想套路我，再抽一次。有我的版本呢，我的版本出来了，你们都不点个赞吗？安排一下 QQ 音乐、酷狗音乐、酷我音乐，我先听一下这个完整版本的。热爱曾是唯一的信仰。你觉得我直播唱的好还是 live 版本的？相互凝望，让对方捆绑。等会儿来对比一下 PK 一下好不好？你们不是要看我 PK 吗？我跟我自己，跟那个小白兔 PK 一下，跟那个小了白了兔。那你们说是冯提莫唱的好还是小了白了兔唱的好？先听一下他唱。狠狠推一把，跌到浑身。要说实话哦，是伤疤。你在欲望面前投降，我在伤痛后面成长。终于知道爱都有翅膀，怎么拥抱它终究要飞翔。
笑都醒来，有一张纯美丽又疯狂，为何爱谁心都空荡荡。当我听说你跟他散场，狼狈回家带着伤，朋友都说那是惩罚。这个小白兔唱得不错。我的心却多么痛啊，虽然知道我觉得这个小白兔还行吧，就是跟我差了点吧。这个小白兔，我要直播唱一遍，你们说，你们要来评判一下啊，是刚刚那个小白兔的空心唱的好，还是冯提莫唱的好？你们选谁？如果小白兔和冯提莫，你们只能选一个，不能全都有。谢楚一子。原来曾是唯一的信仰，吓唬你我让对方捆绑，在那时候简单的好傻，却又空前绝后快乐啊，直到现实狠狠推一把，跌到浑身是伤疤。你在欲望面前投降，我在伤痛后面成长。终于知道爱都有翅膀，怎么拥抱它终究要飞翔，企业攻击也想被释放，那个思念比恨更顽强。有个怀抱暖得像张床，有份善良微笑多晴朗，有一张纯美丽又疯狂，为何爱谁心都空荡荡，
当我听说你跟他散场，狼狈回家带着伤，朋友都说那是惩罚，我的心却多么痛啊。虽然知道爱都有翅膀，因为太所以会原谅，七公斤也想被释放，奈何思念比恨更顽强，无法割舍就别怕感伤，我也想大白，谢谢佛系少女二九，谢谢谢大家的礼物，谢谢大家的荧光棒，谢谢。兔子就是他，没错，是我是我就是我。你们说是小白兔赢了还是我？你今天必须做出一个抉择，险胜啊！行吧，那今天就平手吧，好吧。我觉得这个小白兔唱的也不错的，我这里也有一只小白兔，给你们拿来看看。这里面没有，你们喜欢这个公仔吗？我不相信，你们连公仔都想要，我不信。你们抽了肯定拿回去也是，就是根本就不会放，不会好好放，就把丢到一旁了。
那样还是有点像哈，还是像兔耳朵的。带我走，要把兔子带走吗？请把那个小老白的兔带走吧，他已经被带走了，还是很舍不得。每次我总一个人走交叉路口，自己生活，这次你却说带我走某个角落，就你和我，像土壤抓进花的迷惑，像天空缠绵雨的汹涌，在你的身后计算的步伐，每一个背影，每个场景都有发过的梦，带我走到遥远的以后，带走我一个人自转的寂寞，就算我的爱你的自由都将成为泡沫，我不怕，带我走。有没有有没有要带走的？每次我总独自远走，抱着寂寞不皱眉头，这次你却说一起走，彼此温柔，从此以后，像土壤抓进花的迷惑，像天空缠绵雨的汹涌，在你的身后计算的步伐，每个背影，每个场景都有发过的梦，带我走到遥远的以后，带走我一个人自转的寂寞，带我走，就算我的爱你的自由都将成为泡沫，我不怕，带我走。白马流过漆黑尽头，潮汐袭来，浪花颤抖，凝在海岸结成了沫，蔷薇朝向草原祈求，邮差传来一地彩虹，刻在心中，拍打着脉搏，带我走到遥远的以后，带走我一个人自转的寂寞，就算我的爱你的自由都将成为泡沫，我不怕，带我走，带我走，就算我的爱你的自由都将成为泡沫。谢青春，谢不负韶华，谢神姐姐的火箭，谢青春的飞机，
谢谢何必回眸的办卡，谢谢大家的礼物。带我走，嘟嘟嘟嘟嘟嘟。什么时候回去？哦，我那个我，六号我还要那个回万州呢。真的寂寞了，真的吗？答应我 ，BGM 呢？刚刚那个 BGM 是那个，哇，违背的青春，我看到了，你通过100连探获得飞机，恭喜违背的青春在太空探险中通过幸运时刻又获得了飞机，怪不得刚刚也给我送了飞机呢，明天就留好了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，参加一个很重要的活动。但是五号呢在北京还有事情嘞。还有就是一天都是事情，其实明天我还要早起。我的眼睛就是厉害，我看到的从上面飘过去的。我不是八号去了，我八号肯定是要去的呀。我是说我，提前两天就会去，其实还有事情。早点休息。哦，是，是的。10月23号那个的话，不算是我的演唱会啦。那个是斗鱼举办的一个类似拼盘演唱会吧，但是呢到时候的地址，到时候应该是在北京，不知道有没有蘑菇要奶呀。对，当然是要支持斗鱼的活动啊，是不是？干嘛啊？是啊，笑什么？要等你们哟。对，我也会在那个那个舞台上唱歌的。北京哪里？好像斗鱼不是官宣了吗？到时候我会在直播上告诉你们的。地点应该就是在北京啦，好像是，是在哪里啊？下次什么时候直播？我被地铁站看到了，哦，那应该是斗鱼的宣传海报吧。我的演唱会，争取，哎呀，会的，应该几个月后，我也希望能够有我的演唱会呢。回万州，我六号、七号、八号应该回万州。家乡底重要活动，你笑什么？10000张票，那个水姐姐，你现在可以开始准备一下了。几个月吗？我看一下啊，我觉得一年内吧。几个月后，那不就是一年内吗？是不是？要唱这首歌吗？独照，我是想最后再唱几首歌，然后准备下播了。
打个折，嗯，给你打个给你打十一折。打个骨折怎么样？唱个独照。你真的很残酷，用小事来弥补爱上你我扛的苦，被感情的包袱，用执着来报复，你怎能自私做主？我很恍惚，不清楚为何孤独，学不会不在乎，记忆是照片，总不停拿出来翻阅，就算哭瞎了眼，流干了泪，爱总会熄灭。我们的照片温柔在左边，深情在右边，少了你故事没能到终点，奇迹会出现。情的包袱，用执着来报复，你怎能自私锁住？我很恍惚，不清楚为何孤独，学不会不在乎，记忆是照片，从不停拿出来翻阅，就算哭瞎了眼，流干了泪，爱从未熄灭。我们的照片温柔在左边，深情在右边，少了你故事没能到终点，还会重演。长跟得上你的地图，不怕等到麻木，找到麻木，我的眼泪在笑里面哭。记忆是照片，从不停拿出来翻阅，就算哭瞎了眼，流干了泪，爱从未熄灭。我们的照片温柔在左，深情在右边，少了你故事没能到终点，奇迹会出现。合照变成了独照，爱情却一点也没少，遥远的你知道。臭不臭不臭嘛！哎呀，刚刚唱慢了，有只充电宝还有没有电？有电。那渐渐的也重逢了。可以行走的点餐机，你要点什么？其实行走的点餐机这个绰号就是。也是大家给我的啦，因为我不是之前会户外直播边走边唱嘛，然后就是边走路边直播唱歌啦，是这样来的。唱个日常吧，日常，歌词呢？
这首歌是希望大家面对生活的态度，我觉得歌词还不错的。拥有的、失去的、期待的全都落空了，遗忘的不再爱了，遗忘的想起了，不再见的也重逢了，某些眼泪又笑了。这是人生的无常，还是人类的日常？生命有多么无常，生活还不是如常。管明天天气会是怎么样，今天的雨还是要懂欣赏。管明天的花会不会盛放，眼前的蝶还是迷恋花香，多平常。失去的不要了，落空的不再惦记了，不爱了就爱别的。遗忘的不想了，不再见的再不见了，眼泪掉了就掉了。生活就算再正常，生命还不是如常。就用人类的日常，放过人生的无常。管明天天气会是怎么样，今天的雨还是要懂欣赏。管明天的花会不会盛放，眼前的蝶还是迷恋花香。谁也为他鼓过掌，管人生还会有多少无常。当每天好像没明天一样，多简单。对，有人说我今天，他说眼睛好小，因为我把摄像头放的有点高，然后我看屏幕就是像这样放，我眼睛就是属于就是往下看的感觉。你要我这样吗？黑眼圈好重，还好吧？可能是因为刚刚脱妆了。刚刚不是哭就是感性了一下嘛，然后妆有点脱吧。蹦蹦蹦蹦蹦蹦，我试了一，每天都是星期七，赖在家里。期末你都睡着了。窗，也就来听听夜深人静，谢谢大家的火箭。吃醋妒忌上了气。电话响起，又在期待的奇迹，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悸。幻想和你聊什么样的话题，不着痕迹透露灰烬。要听佛系少女吗？PK 一下， PK 原唱，现在是 live 版本。Yo, 我失了忆，每天都是星期七，赖在家里学舒兰零点一杯苏诺伊。床和游戏每一个都要宠溺，以免他们吃速度计上了气。电话响起，又在期待的奇迹，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悸。
幻想和你聊什么样的话题，不着痕迹透露会惊讶的秘密。你说你喜欢色女性，而我多了一个G，就像 LOVE 去掉一半变萝莉，我在默默等着你，哪怕中年危机，我的爱不过期。你说爱喜欢随地，我就爱上了精灵，预知了所有运气，换一次咖喱拉蒂，伪装的不在意，哦，假装很佛系，自定义的甜蜜。滚滚不要着急，出门的一杯枸杞，人生苦短迟早如意，干杯吧，为了友谊。电话响起，又在期待的奇迹，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悸。幻想和你聊什么样的话题，不着痕迹透露会惊讶的秘密。你说你喜欢色女性，而我多了一个G，就像 LOVE 去掉一半变萝莉，我在默默等着你，哪怕中年危机，我的爱不过期。你说爱喜欢随便，我就爱上了精灵，预知了所有运气，换一次咖喱拉蒂，伪装的不在意，哦，假装很佛系，自定义的甜蜜。你说你最喜欢原汁原味，而我就像是你一个累赘，为了爱我放弃你学不会，别跟我的微笑一直伴随。我说我最喜欢你的滋味，因为你我可以整夜不睡，等到你遇见你这个机会，我相信我的直觉一定对。你说你喜欢色女性，而我多了一个G，就像 LOVE 去掉一半变萝莉，我在默默等着你，哪怕中年危机，我的爱不过期。你说爱喜欢随地，我就爱上了精灵，预知了所有运气，换一次咖喱拉蒂，伪装的不在意，哦，假装很佛系，自定义的甜蜜。刚差点唱错了，太可怕了。哎呀，我在最后唱三首歌差不多就下播了，一点钟下播吧，好不好？今天有点晚了。谢谢东哥子的飞机。听什么？往后看一下有没有。往后余生。这么扎心的歌吗？没风的地方找太阳，在冰冷的地方做暖阳，人世纷纷，你总太天真，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，往后余生风雪是你，平淡是你，清贫也是你，融化是你，心底温柔是你，目光所至也是你。晴空万里，想大声告诉你我为你着迷，往事匆匆，你总是被感动，
后的余生，我只要你往后余生，风雪是你，春花是你，夏雨也是你，秋黄是你，四季浪漫是你，目光所至也是你。八号键，好啊。直播间的你们展示一下，我昨天不是没有直播吗？我是去那个流行金曲排行榜领奖去了，不知道有小伙伴在看没有？好像新浪就是有很多小伙伴在超级话题，他们找到了那个直播的链接在看的。我也唱了歌的，你们看到了没有？荣誉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写的是流行金曲排行榜2018新生力量集结号，最流行年度最佳新人冯提莫。没想到我是个新人，这个好重啊。这个就是闪闪发光，你知道吗？抽了这。这个我要回去放好的。帮我截个图了。抽奖，你们想得美！哼。对啊，就是如果是作为一个歌手，确实是一个新人呢，是不是？希望以后能够一起成长，然后能够给大家出更多好听的音乐作品，能够唱更多好听的歌曲给你们。亮瞎你的双眼了。奖杯乃是身外物，不不不不不，这个是一种认可。好重，不是塑料的啊，要咬一口啊！啊，咬不动，我牙齿掉掉了。你们好烦，好坏哦，让我咬一口，我牙齿坏了赔哦。你们怎么这么傻呀？怎么像那种电视剧里面的去咬一口呢？气死我了！
好啦，我要唱最后两首歌下播了。最后两首歌呢，不是这个，是这个，一首清空，然后有一首即视感，我的新歌曲。清空呢是感谢大家的陪伴，感谢大家一直支持着我的歌曲。此刻我要真诚地感谢你，最后想拥抱却已来不及，某人一定在那里等你，做余生的事情。每天是有去无回的站点，微笑用最美的脸说再见，好在从此有的去挂牵，遗憾就不留心间。 Oh dear my friend， 不要埋怨错过的情节，没差别，从偶遇到无解到怀念，青春会为我们逐渐超级话题红提莫哟。 Friend， 不要埋怨错过的情节，没差别，从偶遇到误解到怀念，青春会为我们逐渐抬头。在最好的年华曾与你相遇了。我其实我觉得我今天在那个有你那个打榜的时候，就 QQ 音乐打榜的时候，就下面不是站了很多蘑菇嘛，他们在为我打 call 嘛，就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在舞台上唱歌啊也是需要鼓励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台下的观众他给你的那种口号还有给你打 call， 你就会觉得有动力，就会觉得唱着会自信一些。真的，像我昨天唱歌的话，可能我觉得今天发挥的更好一点，毕竟大家都说放的原唱。对，就是跟我自己，我说对我自己而言呢，我没有膨胀什么的，就是会放松一些，会很自然一点。以前我就是比如说在舞台上什么的，我可能会紧张这样的，但是这个可能也是需要有就是经验的累积嘛，是吧？就是说可能要多在舞台上这样锻炼，你才会慢慢的会唱得越来越好。我肯定还是太欠缺了，但是我也觉得就是也是很感谢大家在下面给我打 call， 就是会让我有那种动力，就看到他们我就会觉得啊安心了一点，就不会那么紧张了，就会觉得暖暖的，你懂吗？是的，继续努力。不懂，那我这是我的感觉，那我告诉你啊。耶。我们直接唱沈杰杰就下播了吧，好不好？
即时感，即时感的话留给大家去那个去 QQ 音乐、酷狗音乐、酷我音乐放到那个列表循环里面啊，单曲循环一下啊、列表循环一下，还可以循环一下空心啊什么的。小了白了兔的空心。哎，我这个伴奏好像没有，找到了。谢谢大家的荧光棒，谢谢大家的鱼丸，均匀来源散的飞机，谢谢。因为今天不是上了热搜嘛，然后肯定有，就是可能会有很多。很多评论会搞事情，大家就不要去理会那些不好的评论，就是大家就可以把正面的评论就是赞一下呀，或者是给正面的评论留言，这样然后就举报那些就是不好的呀，很恶意的那些评论就好了啊。然后谢谢大家的支持。
好，对，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冯提莫哦，然后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冯提莫的超级话题，然后我会经常在里面看你们发帖，然后经常跟你们评论互动，然后我看一下你们给我提的意见的，还有我的视频啊，我的图片啊，还有我的一些生活日常啊，都在我的微博上都可以看到哦，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记得超级话题要打卡要签到，拜拜，晚安晚安。明天直播直播的话，我会那个改标题，然后也会在微博上给大家说的啊、哦。